OK， 欢迎回来。我们这边要来玩这个你卡住，我卡住你了。那今天呢，因为人比较多，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接力的规则 ，Yes。然后也帮各位都准备好了这个卡主题了，卡住，不要怕，这些都是。准备给各位都是新的，绝对没有这个共用针头的问题，都洗过的，对，没有啦，是新的，是新的。下节目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付一百块，原来是要买你的还贵耶，比我的贵580。我们呢，第一位跟第二位会留在棚内吹笛跟听笛，就一个一个吹一个听，其他人就出去，然后第二个就进来之后，然后呢。第二个人再吹给第三个人，所以最后的人 要猜、啊，对对对对，就猜出他来自哪个作品，或者是讲出歌名都可以。你们的歌单猛吗？他们很会唱歌，很屌，他们两个很屌，职业顶级哦，不要玩得太现代。YouTube 学友 ，YouTube 学友 ，YouTube 黎明 ，YouTube 学友。真假的？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们什么话不知道？你们连密码其他码都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只知道自己的密码。哎，真的不能说你错，对，不能反驳。哎，那如果记得我的，如果有个人不小心怎么了，住院了。不见了，有发生过，有发生过，有发生过，但领不出来哎，没有，他会把西马头，他会把密码交给某一个人，他信任的人，然后对，然后那个人知道了之后，他又必须好好的保守密码。你们要不要拍电影啊？因为这个真的蛮好玩的。然后他就会开始一直收集大家密码。他还要强迫入团呢，强迫入团。这部电影无聊透顶，人家说专案组领钱，了不起哦。我们今天准备玩游戏啊，不要再讨论，你不要再讨论提款密码。提供密码。好，那我们要怎么抽出先第一二位？这边吗？哦，哇，小签哦，不错不错。好，因为今天人多嘛，我们抽签，然后有两位可以先休息，所以我们大家就抽出来是吗？对，好，一人拿一个。好，来来来，你们先抽，你们先抽，来。哎呦，刺激了，刺激的哦。可以看吗？等一下，大家一起看好了。休息，来。想休啊！讲那么大声，想休息，休息，休息，来来来，休息，可以开了吗？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哦，一、二、三，哎，这是给大家看吗？啊，抽到种子的，抽到什么？种子的就是种子，对，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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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我是谁？皮卡丘，所以种子就不用。我们里面那些字是我这个意思。要不要换？我休息，我休息。我已经秀出来了，那我们进行自尊对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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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所以是我先进去休息吗？对，我们一起去休息，在这边休息。在这边休息。还有谁休息？商务舱是不是？很棒的，这么好。好，那我们哪两位先？就是两位先，其他都要。其他都躲起来。对，走。那种子不用吹。对。但要有两个在这边。种子可以猜吧？那谁两个哪两个要留下来？那你就这样到处。好，换位置吗？不，还是阿曼西就做原本好了。给我们今天的歌曲就是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当然是对，任何都可以。然后呢，我们这边如果听出来，那你就照你自己吹；如果听不出来，只能尽量模拟。对，好吗？我好紧张。不用怕，不用怕，不用紧张。你上面要画种子。对，我上次也不知道我在吹什么。好吧，那所以我跟小李先聊。他先吹，好，先到那边，你们才真正先进去休息，不准偷听。好，你们可以喝茶，他也要走。种子，种子，种子可以坐在这边休息，种子可以坐在这里看马戏啊。好好好，好，那给你出吧。哦，是我吹给你吗？对，然后我再吹给他们听。对，要不要？可以这样子。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自在参加，自在参加啊。什么歌都可以，要小心。我们先把那个聊。是关起来好了，对，我们少一点这个作弊嫌疑。哦，有道理。对他们一听就，嗨，拜托，对，难笑死了。哎，什么？我们在讲笑话呢？为什么今天这么酸？我先提示，要小心他的节奏。哦，对，他是个很特殊的人。OK， 对，要小心了。音准也是没关系的。对，哎，没有关系。听歌词，好，不要唱出来。仔细听。出的那一端，出的那一端。对，这开始有问题了。对，有问题了。好了，来来哦。不要紧张啦，哎呦！
他好投入哦！我刚才摸到，我才发现哇，太投入了吧！我平常在 KTV 都没那么投入。我帮刘汤伟啊，请问是中文歌还是外文歌？如果都听中文歌，中文歌啊，原来这是一首歌啊！喂，太快了吧！你太快了，攻击你了！我刚刚全都闭眼睛了，我还真的不知道。好，那我们要请下一位进来，是不是？然后就比对荧幕比 OK 这样，对，请下一位。我都听不出来，我只能乱哼呢。我只能第一声很下去，但对这样子跟他一样，然后呢？你后面的还记得吗？不记得啊。对吗？没有。来，听我吹。等一下，加油加油！吹第二次。我想看啊。还要想。大概就是这样子。又像。刚刚是我传的，然后你看大家笑成这样。对，可以再一次吗？好，可以，可以，可以再一次，但不一定会笑。即兴的，是不是？我们第一声会笑，我只有四声。大概是这样子。什么歌啊？像哎、欸，我像吗？我觉得非常像，真的吗？三分之三，第一声是精髓，第一声。你看，出题者说像，像，那谁？不能，来跟他们好，你准备好，你就跟他们比 ，OK， 他们就出来了。等一下，你怎么复制了？复制了。来，叫他们出来喽！好，来吧。来，但刚才他们有说中文歌，对他们刚才有说哦，中文歌，我们但那个提示没什么用啊，这完全没有，是我听过的歌吗？在那边看我超担心的，你们的表情超级不自然，演的啦，都是演的，听一下，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吹就对了，请停止你的推理，不行，我试图想用心电感应，但是根本没用，加油，来吧，请吹，我不是故意的，嗯。要发声了，这样子。好像也中，也中，也跟我一样，传过去啊，真的是一样，是有传过去，就这么短吗？就这么短，就没有这么短，但我尽力了，真的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换歌吗？不是吹的呀，我跟你讲，这就这么多了，可以再一次吗？好。OK 吗？我跟你讲，省略了四分之三，你后面自己编啊。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知道答案？来，来吧。可以。等来，等那么久，好紧张啊！五条悟来了，好紧张，出来听到五条悟来了。林玉展看不到，白教主，你也白教主，是五条脑悟，五条。那今天怎么了？这里怎么又黑了？一掀开，老师展开一下。好，来喽，展开，来，请吧。来喽，等一下，你要好好的展开。好，我是听丫丫吹的，是，然后还蛮简单的。哎，你都这么说了，那就真的不难。好好猜吧，来哦，我要开始演奏喽。不愧会唱歌，像这个有，这个有。你确定？你确定？只有四个音吗？只有这一首歌吗？只有一个音的，其他的在那个时间的时光流淌中消失。请，我跟你讲，一直简化呢，请进去你的领域把它找出来。进去，没有一直简，没有一直简化，他唱全部我写的。哇，差太多了，好难哦。前面真的太冲击了。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它很激昂，第一个音是重点，第一个音是重点，第一个音是重点。我好像知道什么歌哎，你知道不重要，要五条悟知道，五条悟知道，他不知道就吹回来，他直接吹回来，往回吹。你怎么嘴巴是那样啊？为什么呀？他这有一股哀伤的感觉，怎么样可以吹出一个哀伤感？我好像知道什么歌，吃胡萝卜。来五条，五条，碰一个，透明啊！碰一个，来，你们打五条，老实请说。你根本没有这首歌，最好是啊，跟我认真猜屁呀！不知道，我刚写的，我不管，一定要讲出一个歌名。那怎么办？现在挽回啊！
往回吹，往回吹，压回吹，压吹，压压，往回吹，往回吹啦。哦，好，你再吹这个阿弟，你吹你觉得准确的。嗯，呜。对不起，走音了，再一次。原来有音啊，这有音的，那表示读吗？他知道是什么歌了，他知道了。他有露出一个喉咙的有像了，像这个有像。所以他是一开始说他的很暴力，他一开始很暴力，他第一个音，他的，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对。这个噔噔要唱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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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个上课中有这个也要多又有这个要多时间上课中上课回到我们之前成立这个计划上课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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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我原吹，对对对对，第一声重要。对啊，我好奇问一下，他的下一棒是谁？六探。哦，不好意思，我在看谁想换我是不是？当然没有，我你最棒了，你没有种子哎。好，来哦，来。啊，对不起，走音了。没有音，没吹，没有音，又没发声。对。等一下，被简化到只有四个音是吧？而且那四个音完全不是那四个音的。还要我想发生什么事？这个是我记不起来，我记不起来，记不起来。我就是个烂人，对，我就是个烂人。他这次比较收敛，他刚第一个上来就，我感觉很。这是什么？怎么的？这是什么？怎么样？教练，来猜，好，结束之后怎么样？你再最后一遍就好，最后一遍，他快没气了，最后一遍就好，这不用费火力，一切只要发声，对，发声就好，不吹不吹，发声，哦，发声，你就含着，然后这样子，就好了，对，你在嘲讽我，没有。没有了，我是在模仿一次派大星，可以，一点五倍速，好，来，啊，对不起。原版对，每一次都第一次。有答案了，好。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读着我给你的伤害，我原谅不了。大家都要猜到吗？你为什么没有？不要，你只要猜到就好了。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你不要猜。我觉得这答案很好哎，还是改答案，还是改答案，纠结了你什么？我觉得答案很好，代表周杰伦搁浅，搁浅吗？周杰伦搁浅吗？对，哇！其实我们不算赢，对不对？要到他，我猜到他，我才算赢。没关系，赢了没关系，这么随便答案吗？我们随便做赛制。哎，所以原曲怎么唱？我只能。哎，我是蛮准的，我有确认我前面四个是准的，难怪第一个音够爆哎，第一个音是很高，是第一段的最后是副歌，真的。要不要挑战一轮啊？你要不要跟香香也参与？这是换两个。你说我要休息，我不管，我自愿休息。我就是要休息，不是来宾玩嘛？全部人知道我休息，他休息，然后小李休息。要好好可以，不要再吹了，因为他唱了五次，不要再吹了，来吹一下。我跟你讲，我想进去猜，好，进去出来猜一猜。那懂听是人，懂听可以。那这次换我出题，好，你出题，好，那我就中间的过程，不重要的过程，所以香香留着，好，香香当第一棒，我也留着，我休息，好刺激哦，香香第一棒哦，干嘛？没有，看你们谁要吹啊。他出题，好，小心哦，他那个有时候不准。我也知道，还好吧？哎，你们好挑啊，他应该唱得很厉害了吧？不是我讲，不是我讲，超没说服力的。Pitch要准一点 ，Pitch 要准。OK， 他们搞定了，可以了，请开始的表演，可以。来吧，不然你今天的衣服很显瘦。不要运气啊，问题。不用运气，这个只要发生就好，不要呼气。我要知道的。谁理你？知道歌真的不多哎，谁理你啊？对啊，知道歌的不多。我也不知道刚是什么。来喽！太棒了。
没气了，红师傅气不够了，这个没气，红师傅气不够，我知道，所以你不用再听了，对，我不用再听了，好，来来来来来。他刚才吹的好像陶笛哦、喔，嘟嘟嘟，厉害吧？好像陶笛哦、喔。哎、欸，我还是记得记得四个音哎。你嘟嘟嘟嘟，这首歌应该知道吧？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我们刚在后台有简单讨论一下，是磊包出题，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脍炙人口的流行歌，要么客家本色。所以你如果前面是嘟嘟嘟嘟嘟客家本色，刚好不是、欸，不好意思，不要不要客家本色，乱讲，不是不是。不是，我一开始吹一定是前奏，不需要前奏放进来。这首歌吹的也太好了，你要再换一首歌啊？我在刚刚好像你已经演奏这个乐器五年了，这首歌我从小听到大，20年了。你是可以带这个东西去淡水吧？来，要吹给你听啦，好的，要有信心，来，好来，这件事情清嗓会有改变什么？对，好了，快开始，我改变我的自信。等很久了，听老妖啊，笑到帽子飞掉，要听啊，要听哦。哎，你要笑就亮了，你要笑不要含着笑，笑的可以不要含着，你不要对着笑含着笑，好尖锐，好尖锐。被里面的人想说，哇塞，这歌好激烈，歌这么骚，吹这么开心啊！好，先过哈，冷静，冷静，冷静。靠腰啊，太久了啦，你这样口水要喷出来了，里面已经碎了，他就是那种，哎，我跟你讲个笑话，对，小明，太年轻，自己先笑，然后最后只有那小明倒了，就这边倒，等很久，等很久了，好。原本真的是这样吗？你只能记得，你只能听前面的，你只能听在这个前面那个嘟嘟，再过来，再过来，继续，我知道，导演对不起。好，来，没有声音，最后一次机会，不用吹，不用吹，发声。好了，他帮他搬回来了。我本来只剩下嘟嘟嘟嘟嘟嘟嘟，你，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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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是个涡轮车。可以啊 ，OK OK， 来吧。我的小象邦邦没有吹的这么难听呢。想怎样？都要想怎样？发是啥么子？小春这个样子，笑场了。大家一直在笑。你想听现场版的吗？他刚刚有五成的时间在干，不，七成时间在干这件事情。一直笑，就是一二三，拿起来。小姐，你刚笑的时候那个汽油喷出来，冲出啊，从那个洞冲出来，在八加九摩托车后面的感觉。什么颜色管啊？对，在那边骑着。好，可以了，快吹，OK， 来了，来五条，你一定听过，不难哦。嗯。哇，我知道了。哇，你们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只记得四个音啊。嘟嘟嘟嘟嘟，对不起，五个音。不是，好强哎！我觉得这题出的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对，很棒。为什么可以笑成那样？这粉丝啊，我们没有还好还好，粉丝啊，请，还好吗？很好很好，请加油加油！再一个向上版本是。机关枪，这个是八加九的管，很尖锐，很尖锐，他现在又会嘲笑人的禽类，对，而且是在那种恐怖声里才会有的，对，烦哦，哎，整个声音都黑了，我在这个森林里面，他们突然脑掉，误闯迷，那种误闯迷雾森林，对啊，哎呀，不啦，又摔了啦，有地形意了，我猜猜。
太像老师在看小孩子了，幼稚园惩罚。再来，可以，而且气怎么那么上？对啊，还一点口气吧，气不够。对，好气，好气不够，气不够。来来来，请猜，是神隐少女吧？哎，是神隐少女吧？哎，是神隐少女吧？出题者，是啊。还蛮有的，可以的，还是有安肉气的啦。哎，真的不错不错，在这个算中间有一点跌跌撞撞的感觉，走的正轨，中间停红灯一直被气。不是，我觉得你们一听就知道什么歌，中间怎么可以搞这么久？想说立刻知道了，赶快塞东西，要不然节目太短。要有趣，我觉得好玩就是你出题，我们大家猜。好啊，对啊，他你出题应该会很猛吧？要不要？最后一 round， 最后一 round。OK， 来吧。那我们要全部要直接去场吗？没有吧？那就直接吹了吧。我们都是猜的人的话。好啊，好，好，来来来。来高雄人搁浅，太快了吧？前两棒一下，前两棒，好过分哦！没有笑哦，真是绿光，新年感。来，周到了，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笑笑那个哈哈哥，就是我今天考试没得了100分呐。欸、你们在拍戏的时候，他也强笑场吗？对，终于讲出来了，刚刚那个团队纷争，我们拉回来聊团队纷争那一段。谢谢谢谢，讲到忍耐，全部中了，最受人用，好棒的结尾哦！好棒的结尾，这样子很容易笑，我很容易笑，对不起，我很快乐，你真的很快乐，来来来，妈呀，三遍都是这个，第三遍已经太多了。哎，我有答案了。我有答案，来吹一下。哦，500。哦。接下去的大战，看哪边都会让你来。哪边都无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什么一分钱都砸出来？喷出来了，总是对。好了，这个今天这个很开心，很开心。最近有什么来玩？然后跟我们一起，这很有趣哎，真的没有，没办法，也玩这个。大家让送门，我们那可是有趣的八成是你上场，你们拿一根筷子也可以。好瞧不起人，拿一根筷子，把舌头夹住，把舌头夹住，唱老舍。哎，好像好玩。好，最后还是要再次来帮他们宣传一下。哇，板子消失了，是不是？板子消失，经纪人经纪人说啊，你们的啊，比较好。对，已经上线了，来了。谢谢谢谢。对，就是呢，最近红什么呢？要6周年了，要办见面会了。终于要办见面，我是第一次办见面会。对对对对，叫 Red with You， 然后呢，在8月12号。这个西门的汉Vistar 对，那6月10号呢就开始售票啦。是，大家想要这个在现场跟他们一起同乐玩一些游戏，跟我一起笑的也可以啊。对，你就相当在那边笑笑40分钟。那我们真的会说那个场地的部分，我们只会吸收没有关系。对，都是他一直笑，笑死了，我很开心。好，那这个今天就再次感谢了，谢谢，下面再来，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个见面会的甘苦谈。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谢谢你们。好，那我们这把就到这边啊，这边有这个最近有什么的相关，详细卖票资讯都在那3个里面，是他们的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YouTube 频道，大家都可以追踪起来。谢谢大家。好，那就再次感谢啦，谢谢，谢谢。好，我们休息5分钟，下一趴回来，谢谢。